这一家呢，因为它的院长很有名，有画张元英灵魂之处，他用细胶笔去沾取这个亮粉，然后一颗一颗的点在他的眼妆上。好多哟！哇，我们抵达了 Jenny House， 它是一整栋的，有化妆室也有发廊。哦，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今天找的翻译。Henny， 他跟我一样大、好厉害哦！他要来韩国，可以找翻译。可以。首先呢，他把我带到楼上洗头的地方。我预约的项目是有包含洗头。好的，这位朴宝宝现在要先洗头，进行全套的保养。他们说要先洗头，待会再化妆。今天是贵妇行程。天哪，会不会行程？会不会体验完之后，然后明天后天全部预约？以后来韩国每天都来化妆。真的以为自己要出道哟。跟我用头发的造型师来了，我先简单跟他说明我想要的发型。他先帮我把头发吹干之后呢，就叫我先去楼下化妆。哇塞，他化妆室很大，一间大概可以坐5到6个人，桌上满满的化妆品，简直是女生的天堂。我这次约的化妆师是院长，但因为院长还没到，所以是由小助理先帮我简单打个底。上底妆的方式呢，他是用美妆蛋帮我轻拍上底妆。妆前我忘记拍了，不知道他给我擦了什么，但也是类似乳液的东西。他们会用这个粉底抹棒将粉底薄涂在我的脸上。我发现呢，这样上出来的底妆就会非常的清透，因为你用手指沾取粉底液的话，可能用量会太多，就会显得底妆比较厚重的感觉。简单的打完底之后呢，看起来真的气色变得非常好。因为院长还没有来，所以还是有小助理帮我打底睫毛。很特别耶，他是用打火机加热竹签取代烫睫毛器。院长到了，换他接手帮我化妆。我再给他看我今天想要化的妆容，我给他看的是韩韶熙的照片，因为他照片中的腮红画得比较夸张，院长问我要不要淡一点，我说好。接着呢，就是简单的帮我修一下我眉毛的杂毛。我本身就已经有雾眉了，所以眉形算是很自然，他就简单的帮我画一个淡淡的眉毛，用了一个小剪刀把我多余的眉毛给修剪一下。接着呢，就来画眼妆了。这个呢，应该是眼皮打底吧。它是用腮红打亮盘帮我上眼影，哎，饱和度就比较低，但又带点珠光。它用这个有点咖啡色的眼线胶帮我画内眼线，上眼线也会带到。然后它是用这种比较扁平的刷子去拉我的眼线。虽然我影片速度有调快，但它其实真实的化妆速度也算是蛮快的。院长呢，他又沾取了一个咖啡色的眼影粉吧，帮我叠加在我的上眼线。我发现他们化妆都会混超多颜色，我根本就来不及录。可能一盘眼影有4个颜色，他会混着2-3种一起用。眼影画完之后呢，会用这支扁平的刷子帮我遮瑕。再来就是这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他在帮我贴一束一束的假睫毛，超级自然，而且这睫毛超级轻的，粘在我的眼睛上仿佛没有重量。我跟你说，我自己粘睫毛真的超难的，我每次都粘不好。哇，这种神奇小刷刷感觉好像厉害。上睫毛粘完之后呢，他又帮我补了一下眼影。其实他每个化妆步骤都是很少量多次的叠加，然后再用睫毛膏补刷我的假睫毛跟真睫毛。刷睫毛的手法是用睫毛膏的前端一根一根的轻轻刷到。OMG， 这个眼妆简直不要太好看，很自然又很有神。然后呢，我们的卧蚕线那是一定要画的，点睛之笔。他加了好多东西。先用的膏，再用液体的。他用海绵来上腮红，用的好像是液态的腮红加一点粉状的腮红。我跟你们说，他还没有定妆，就是上完底妆到遮瑕到现在都还没有用粉定妆。哦，对。所以他现在可以直接打这个液态的跟膏状的腮红，就不会破坏底妆，不会结块，对不对？他们其实就是疯狂叠加很多次，然后可能量少少。很细很细，打亮提亮我们的苹果肌。提亮也是大混特混。我的天哪，他们其实用每个产品都是混了超多颜色，所以我产品只能尽量的拍上来。把护唇膏擦掉，现在要来上唇膏了。先用少量的遮瑕遮盖我们原本的唇色。他们对唇膏也是很讲究的，一样是叠擦了2-3种不同的口红，这是先第一层，所以你看韩妆的细节有多么的多。
这是第三层，整个很嘟嘟唇的感觉。修容环节，他们上粉都超轻柔的。大致上呢，就完妆了。他问我还有没有哪里需要加强，我跟他说我下睫毛想要再刷浓一点。最后呢，就是全脸用定妆喷雾。好的，我们现在已经化完妆了，其实化妆速度蛮快的。然后我们现在要移动到楼上去弄最后的头发。谢谢我们的院长，先谢谢院长帮我化妆。可以向院长介绍一下自己的名字吗？哦，一个院长是妙妙勇勇啊，明勇明勇，对，明勇明勇明勇院长院长班长你。颁奖礼，化妆速度超快，而且化妆之后可以发热吸附。啊，好了，我来打。我现在呢来窗边有自然光的地方，给你们看一下刚化完妆的整个妆感。我觉得她的眼妆真的画得非常好，就是睫毛很根根分明，很轻盈。现在呢，就是来把最后的发型给完成。Okay, 我原本是戴一顶黑色的假发。因为韩素汐的头发是黑色的，我就怕我这样子化完这个妆之后，那个造型会跟她不像，所以我就是被黑色的假发。但我想说，都来美容室了，就还是要体验一下给他们用头发，所以这假发我可以再找一个空档，然后自己随便夹一下，再把它戴上去。那现在我就是先请美容院这边帮我弄一个试着的。头发又很细，就变得像 Rose。真的，我觉得有因为发色的关系。为什么比较有 BB 感？OK OK， 我的 Jenny House 发型加我的明星同款妆容就完成了。整体来说我是还蛮喜欢的，因为这个妆本人看真的非常干净。最后呢，就是我们的付款时间，我这样发型加妆容用起来大概是10,100台币左右，到室外的阳光下再自恋一下，呵呵。其实这妆真的是非常的漂亮。那接着呢，我们就要陪爱丽丝到她的化妆室啦。 Go， 我们现在来到这间化妆室，院长超级有名，给你们看她的 IG。看他们的 IG 就可以知道，这间的院长他经手过非常多的女星杂志，还有广告拍摄等等的妆发造型。三四楼都是这一间，这间如果很雷的话怎么办？这应该不会很雷啊。没有啦，我不会怪你的。他院长是很有名的。好，到门口就会发现有很多女团的海报，应该都是他们有用过的造型。这一间跟我刚刚那间的不同处是，他们的化妆室都是独立的，也比较有隐私。然后他桌上呢也有超多的化妆品，啊，这一区全部都是口红，超级多，比我的头发还多灰。今天呢，我们爱丽丝宝宝她是指定想要画 IU 的 idol 妆容，那就一起来期待一下她的成果吧。灰色衣服这一位呢，就是今天的化妆师。那这一家呢，因为他的院长很有名，有画张元英，但是呢他没有对外接其他客人，所以我们就指明要找最会化的化妆师。他是先上遮瑕膏之后才上粉底液。这一家的院长他有出自己品牌的刷具，我们化完妆之后直接被烧到，马上跑去买，之后会再开箱跟大家分享。不觉得他们的刷具看起来都超好用的吗？这个底妆上完也是超服帖的。接着就来画眉毛啦，一样也有修剪眉毛的环节。眼影粉啊，上眉毛应该是眉粉啊，眉粉，它完全没有眉笔耶，它只用粉。上完眉粉之后呢，再用眉笔填补一下空缺。因为你的毛发颜色比较黑，所以它现在会用一个蓝眉的。这一间化妆也非常的仔细哦，他还很细心的帮他雕塑这个毛流。现在用眼影打底膏，然后这个我也有。是一个欧美的品牌，他们也是用两三盘不同的眼影来混色，大面积的打底。那这个眼影呢是比较属于低饱和的色系。我发现我们缺的不是产品，而是他们这双巧手。你看他们化妆画起来多么的顺。画完眼影之后呢，他是用这种比较小支的局部睫毛夹，先用打火机加热，再去夹睫毛，这样睫毛一下就翘起来了。其实用类似眼线胶之类的，咖啡色的。刚刚你那间也是用这种。对。那好像不习惯用眼线液。他画眼线的这支笔，我们也被烧到，而且我们也有买。
你看它画出来的线条真的很细，这也是他们的品牌哦。其实用眼线胶画出来的眼线会比眼线液画出来的还要更加柔和。再来呢，就是贴假睫毛，它的睫毛品牌呢跟我的是同一个牌子，但款式不一样，贴的手法也是一束一束的。这个假睫毛真的很轻，而且感觉不到重量，也不会眨眼。再用睫毛膏刷一次，它比较特别的手法是它有用这个小镊子去沾取睫毛膏，再一束一束的塑形我们的睫毛。哎呦，神奇小竹签又出现咯，它也是用加热的方式去塑形睫毛，但我自己是觉得现在有很多很好用的烫睫毛器就可以取代这个。抱握铲提亮，握蚕的提亮也是用两盘不同的眼影来混色，再用棕色系的眼影补一下下眼尾。握蚕的那一条咖啡色的线非常的重要，一定要记得画。是沾取睫毛膏，然后这样子一边跟夹，这方法不错，这样是不是比较不会结块？嗯，而且比较不会沾到眼皮。睫毛整个刷得超级细致，而且很纤长。这边是我觉得眼妆的灵魂之处，它用细胶笔去沾取这个亮粉，然后一颗一颗的点在它的眼妆上，这招超厉害的。画完眼妆之后呢，再用粉底或是少量的遮瑕来修饰底妆，让底妆看起来更加的干净。这盘遮瑕膏呢是化妆师他们自己挖出来的，就是可能从各个不同的遮瑕膏取出来的，所以没有品牌。我发现他们在上这种珠光打亮的时候好像就等于是定妆了，因为韩国天气很干，就没有特别用粉定妆。再来上这颗很可爱的腮红，我觉得这颜色看起来很温柔，而且饱和度也比较低。韩国化妆师很喜欢用这一盘 Edu 的修容盘，这支唇膏的颜色也很美，擦上去就立马变嘟嘟唇。OK， 是一包吗？好赞哦，一包哟，一包哟，一包哟！哇，谢谢，现在可以用头发了，不然近拍一下你的整个眼妆啊。OK， 定妆喷雾，好。是 Alice 的头发造型加妆容，总共是22万韩币。OK，IU 同款的妆容跟造型就完成了，整个妆面是非常的精致干净，而且很有少女感。回到台湾了，来总结一下我这次去体验化妆室的心得感想。说实话呢，这两间我觉得他们的化妆技巧跟手法都非常的细心，也非常的棒。因为我们两个在韩国给他们化完妆之后呢，去逛街逛到晚上，我们的底妆居然都还是很服帖，基本上是没有什么脱妆。那当然我觉得跟韩国气候有关啦，因为可能韩国的天气就是比较干冷，就比较不容易脱妆。不过我觉得它还是有很多化妆的手法是很值得我去学习的。那价格上呢， Jenny House 我的价格是洗头加做造型加化同款妆容是总共10000出台币，那 Alice 那间是不包含洗头，它就只有用头发的造型加化妆，这样是5000多台币，等于是价格差了一半左右。以价格来看，我会觉得好像去 Alice 那间会比较划算，因为那边的彩妆师他化妆的手法技巧一样是非常的细心，然后也画得很好。我觉得这次有点小可惜的点是因为我拿的明星同款妆容的照片是韩少熙他画一组杂志照，它那个杂志的妆容呢，其实眼妆算是比较淡的，跟我自己平时工作给化妆师化的妆比较没有太大的差异。虽然他化的妆很干净，但我觉得化完没有那种哇，很像换了一个人，很惊艳的感觉。我觉得如果你们想要去体验明星同款妆容的话，你可以找一些比较 idol K-pop 的那种女团妆，可能化完就会有比较大的反差，就跟平常比较不一样。这两间的化妆师服务态度，我觉得其实差不多，但是我觉得我 Jenny House 那间他们亲切热情一点，还会跟我开玩笑什么的，然后帮我用头发的那位造型师他也是非常的 nice。相对的 Alice 那间就是可能他们比较赶着要画下一组客人，交谈上比较没有这么多的互动，不过也不会到态度很差很拽这样啦。所以我觉得这两间呢都是你们可以去体验看看的。以上呢就是我这次去两间韩国化妆室的分享，也欢迎你们跟我分享你们看完会比较想要去哪一间呢。喜欢的影片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加开启小铃铛哦，下次见，拜拜。
喜欢这个优质的创作者就赶快去 follow 他哦。你有发现其他更具爆红潜力的影片吗？赶快投稿给达人秀吧，点